让所有的生物及其赖以生存，维持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称为生物群。不同的生物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之下，会产生不同的生存方式。例如仙人掌，仙人掌具有肥厚的茎和深厚的叶，可以生长在干燥的地方。水笔子生长在盐分高而且缺氧的河口地区，所以它会先在母体上待一段时间，发育成体状之后再掉落地面上。树蛙利用它的外观颜色隐藏在环境中，避免被敌人发现。